最近一直在休息和工作吧，然后一直在看剧本，能挑选一个自己合适并且喜欢的一个剧本，并且完成它。男生注意清洁，然后还有保湿，我觉得这个是男生最要注意的。白色、黑色，我认为的流行趋势是好看，就自己喜欢最重要。而且适合自己，是一个是需要去相处的人，对，相信啊，相信，考虑别人感受的人，善良的人，很满意，就是还需要自己去努力吧，成长啊，就是可能处理事情的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，然后。找到了一个自己大致的一个方向吧，不像之前就是觉得很浮躁啊之类的。未来5年，觉得生活和工作兼顾吧，就是去旅旅行，陪陪家人，然后去完善一下自己，然后再去工作。好好加油，还是那句话，然后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然后。就是过得开心。